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，炎亚纶将推出新 EP《亲爱的怪物》，他在同名主打歌 MV 中饰演每天重复做助力型公式，就像是模型工厂生产出的复制羊，最后终于觉醒。炎亚纶在清晨就得在弥漫大雾的草原来回狂奔，速度差点跌倒，只为呈现慌忙逃亡的真实感觉。连炎亚纶都笑称自己像在演逃出绝命镇。对于剧情，炎亚纶也认真地分享，我在学生时代时常有一个念头，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的课程都一样，每天都得面对同样的人，同样的老师，同一个学校，同一间教室，我们到底在干嘛？这支 MV 就是在讲说，每个人一定都会想挣脱这样的束缚，想要活在无拘无束的世界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此思考自己到底想过怎么样的生活。在拍摄像逃出工厂而被惩罚的画面时，炎亚纶被关在寒冷的冷冻车中，任由强烈水柱冲打住身体，过程中全身湿透，同时也展露了他精实的身材。他笑说，拍摄一整天都穿住西装，刚好趁这机会冲个水，谢谢比尔贾导演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，被水冲也不会痛，反而蛮痛快的，我可能有被虐的倾向。炎亚纶推新歌《亲爱的怪物》。华言提供，炎亚纶在 MV 中饰演复制羊。华言提供。